就是因为早上他跟张文那个私密之事，现在要惩罚他。你在亲密接触了？什么亲密接触？就是亲密接触了。出去。夫妻地位就是不怎么样。昨天他们两个这还在审讯。喂，意面为师老板，喂，快上来看一下。哈哈哈哈哈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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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